续中破塞的制作团队，所以呢，欢迎召唤兽回娘家，欢迎三位，陈玉安、许顺德、陈彦佐。欢迎欢迎欢迎！哇，看到你们就看到这个经典的华语作品的画面。来介绍，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客串的角色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先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佐，然后我在《笑忘身边》演的是朱二饼，就是。跟舒淇，所以你有跟他对到戏，对不对？超幸福的、OK， 这个可以光宗耀祖的画面了，恭喜你！哎，你演什么角色？我在《笑忘身边》里面演一个教父啊，整场的苦力。对你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。对，但是我扛的不是普通人哦，陆影帝王千源。对呀、不得了哦，我扛他是我这辈子的荣幸。是是是是，而且你的角色其实蛮可爱，很抢戏的一个角色，完全没有表情，连重我都不能表现。因为大家说重你也不能这样，对，不能演重。但是王千源大哥182，哎呦我的妈，大概80公斤，辛苦了，没办法，因为你的角色要不痛不痒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呢？你演什么角色？你有演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大家好，我是千源，我在《笑忘身边》里面演的是狗蛋，哎，就是造型弄得很。算是数一数二的脏的吧。哎，数一数二的脏。OK， 对，犀利哥像犀利哥。好嘞。对，然后我就有点像是小朋友，然后我都没有忧愁这样子，就觉得事情就忘得真好。了解，哦，难怪我都认不出来，我想说你在哪里。好，来，导演发红包，每个红包呢都有一句祝福的话，希望你们在今年呢有新的发展哈。好，首先是小安的是吧？好，好，再来呢，等一下再拿出来啊哈。来。他的一个女朋友啊，导演还没有来，打开才有几十块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各自拿到是什么。来，我们先看小安，小安拿到的是，来，小安你先拿。好，就是我们在戏里面被弄得最脏的哈，来，请用抽的，他想要用打开的。好年好旺，好，导演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祝福吗？麦克风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来，麦克风给导演，好。好，导演，说就是说一定要旺，旺的真好，对，一定要旺，旺的真好。Okay， 好，最简单的吉祥话了哈，好年好旺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张。好，第二张揭晓了。哎呀，给你了，我不要让就锤你。团结力量大。哎呀，召唤兽也要回娘家，一起团结。哦，辛苦了，来，扛那个轿子真不简单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看到这个红包是。源源滚滚旺。为你量身定做的啦，哦，其实也是拿出去送林育群也是 OK 啦，把你们长得像。来，三位拿着红包拍照，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，谢谢。好可爱的小安，还有阿德以及彦佐，谢谢你们回娘家，谢谢你们来支持陈导。来，我们请三位拿着红包吉祥话拍个照，哦，非常非常吉利的一个照片哈，哦，很喜庆，谢谢你们三位精彩的演出，画龙点睛。好，来三位视线一致哈，哦，左边来看一下。好，来中间，好，小安翘的头，好专业。好，牙齿刚好露八颗，右边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好，待会再出来大合照哈，谢谢这位后台。